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看一下这条消息，美国退休电影布景设计师黄泽宪历时近20年，制作了十余件微型艺术品，生动逼真地再现了上世纪40年代旧金山中国城以及华人移民生活。作品保存在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博物馆内。这些作品中，外婆的厨房、某户人家的餐厅和客厅、中药铺、洗衣店、擦鞋铺和单身宿舍等7件作品赠送给美国华人历史学会永久保存。在历史学会博物馆迁址安居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，这些作品让许多参观者啧啧称叹。黄泽宪说，每一件作品均来源于真实的生活，无法计算具体创作和完成时间，近20年来不断地增减修改，力求真实完美。比如擦鞋铺的报摊上摆着1945年4月12日的旧金山纪事报，头版是罗斯福总统的大幅照片和他去世的消息，那就是当天报纸的复制品。黄泽宪从旧金山纪事报仓库中获得原版报纸，影印缩小，放在只有手指头大小的报架上。看一下这条消息，滑雪圣地 North Star 在上周五开放了。雪季来临，40英亩大的滑雪场堆了18到20英寸高的白雪。 North Star 拥有各种不同等级的滑雪道，从初学、中阶到黑钻石都有。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抢先体验 Early Bird 早鸟优惠，可是很令人心动的。季初成人票价为69元，13到18岁青少年以及65岁以上的朋友则为52元，5岁到12岁的小朋友只要41元，5岁以下更是免费。 North Star 位于雷塔后的北岸，离湾区约200英里，总共有19条缆车线。在这个滑雪圣地，有许多漂亮的景致以及高级度假酒店，更有数不清的森林小木屋出租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沿着80号公路开过加州首府沙加缅度，再转267号公路即可到达。喜欢滑雪赏雪的朋友们，立刻开始计划一趟旅行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